车线是车咖啡色的反车线，看到了吗？好，再来一样，妞儿穿着 S 号，一样是极度高弹哦，一样是极度高弹，买自己的尺寸就好。后背一样坐上松紧带，就是韩国女生最喜欢的这个版型设计。好，再来你看得到的腿部的面料，全部都是走高级弹的路线哦。这一件呢，我觉得造型非常亮眼，是因为它有非常多这种割破抽虚的一个亮点哦，跟一般的裤子比较不一样，它是大概落在9分的位置，所以呢，来告诉大家，你们呢，如果呢不喜欢那种折起来的感觉，比较高个儿的或是小个儿的，你要折多少放下来9分的位置都可以。那妞儿本人自己是喜欢露一些脚踝，所以呢我大概会折个2折，所以呢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身高比例去做一个调整哦。它大概是中腰再低一点点，没有在肚脐上，但是这一个呢，我觉得不论是高个儿小个儿都会非常舒服，它完全没有任何一点拥挤感跟挤肉的感觉，也没有发胖的感觉。所以呢这一件呢，如果呢我们要拿来穿一些合身短版的上衣，直接把裤子腰头跟腿暴露在外面，一样是瘦的。